好，那看完了这个新的角色，那就来看一下，这是他的武装嘛，然后又有新的这个原植兽建构啊，原植森林啊。SS 少2%，就2只2%。这个你们就自己看一下吧。反正 SS 少一定很强啊，是90啊，90的。哇，那跟90连接，哇，效果会完全呈现出来。那这一只是那个茉莉的，茉莉的嘛。就自己暂停看吧。他跟茉莉，然后这个是这只是莉莉丝啊，哦伊莉莉啊，伊莉莉的宠物。干，这只真的很可爱，北极兔，这只真的很可爱。出场时啊，伊利利，北极兔，这只是那个唢呐，雪鹤。大概瞄一下，我要再吃水果，就是长这样。这是唢呐，那这只是雪纳白狐啊，它跟就狐狸啊，翅膀少得很可爱。选啊，这2%，这6.3%，这三只加起来6.3%。然后这个是碎片，哦，金色碎片。然后，哇，这种概率是。提升混元兽的力量的能力了。这几个都提升能力，这是最高级的。然后这是什么？哦，混元兽成长。哦，还要培育它们。大概这样的，80抽。2%，大于40等于小于80，每次你
有办成体育生3%，必中 SSR。干，他这也是蛮那个的，这是二选一耶，2000个。哦，大多可以用破碎心眼换到情报采购也会获得，这就是这个新的氪金系统，宠物、啊。